大家好，我杜米斯老师在准备啊，和朋友在靠着边上，在租了这是28场地，准备再新建个路场。这一片山，看都租完了，来那个过完年准备开始扩建。这朋友啊，原来这有个路场块呢，有个200多头鹿，这一块呢建不着收的，这全部处理掉了。完了，来年呢扩建完之后，重新从我们那个黑龙江啊，再往这儿拉路。先来看看他这点路吧。吉林养鹿已经成规模了，所以说我们也要利用这个养鹿啊那个集中的优势，我们也来跟他也那个借鉴这个产业政策这块，借鉴这块力，我们也准备在这边再建个鹿场。但是建设的时候啊，这也是管不过来，就所以说就准备这块儿，把这200多个鹿啊，全部那个建不着收的处理。这是咱们老头买的，还是花的？能看出来这个彩绒啥的？是鹿茸啥的，低于4斤。来看看你了，你那产多少绒？还不好意思跑了呢。这一圈鹿是2岁鹿呗？对，猫草2岁，今年再过这个年就3岁了。对，这鹿也是大小。有大有小，长得也不一样，和人一样，高有高有矮。这小的也是156，大的得有178。看它是喂食，这边是草，啊，这个是那个玉米压的，玉米压片，熟料。那这都是熟料，对，喂的熟料。看这鹿随便吃，这啥小鹿啊？就剩这是20几个，也没查20几个，反正20多个。你看这场小鹿，这是今年的鹿崽子。看这些鹿崽子，这些鹿崽子也都见不着收的，都处理出去得了，也都不留了。这4000多块钱一个，看看值不值。这还有一圈，这一圈这是2岁母的，这都头胎，这都带崽子了。这一圈是20多个，这个鹿啊就是6500。6500，看看这个鹿，这么大的鹿，值不值？这一圈是驼驹，3岁的公鹿，新建扩建鹿场，这些鹿也都不留了。干啥呢？还跟我使劲儿？这个季节这鹿啊，这都换毛换的，秃了反胀的，黢黑也不好看，来年开春就好了。这个鹿啊，7000，看看这价怎么样？这还一圈。这一圈，这也是3岁的母鹿，看这鹿体，你看这鹿啊，都挺胖乎，喂的都不错。吉林养鹿啊，和我们黑龙江养鹿就不一样，你这地方养鹿啊，就管饱，随便吃，只要你吃就行，不吸料。这是3岁的母鹿，这都带崽子了，看到大肚子，这个也7000多块钱。看这一圈这都大鹿了，你看这鹿。都得200多斤，但这个鹿啊就是口大点，那6-7岁了，这一圈鹿也都不留了。你们能值多少钱？10000块钱值不值？来看看这些鹿，再看看这一圈就不进去了。这也是3岁的母鹿，这些鹿啊都不能留了。研究研究差不多，见不着收便宜，都处理得了，都不留了。来年扩建鹿场，没人伺候他们。你看，这都是3岁的母鹿，这母鹿已经都带崽子了。呀，这个是4岁的母鹿，这一圈是4岁。这一茬鹿啊，就8000来块钱。这一圈还是公鹿，这一圈鹿啊也是7-8000块钱。你看这三边，来年把这都圈上了。来年的鹿就幸福了，来年的鹿就在山上随便跑了，在这28场地里随便跑。啊，这还有几遍。啊，这个都是大鹿，都生产用鹿，出笼出得好，一次都得15斤往上，10000块钱值不值？9000，看行不行？你看这大鹿体，看这总鹿，这是这个鹿场的总鹿。这个鹿就不能处理了，这我们来年也得留点种鹿，
这些种鹿没法卖了，不能为了种群的发展呢，也得留点好种鹿。这个鹿啊，今年出笼除了是精品二杠，出六斤多。这和朋友合作呀，跑到吉林，再来新建，要新建个鹿场，咱们也沾一下那个吉林产业政策的光，咱们也利用它呢这块的深加工集中的优势，这一块呢来年建好之后啊，也欢迎大家呀、啊，也来到这个鹿场。这个鹿场啊，原有啊，还有200多头鹿，就把这个200多头鹿啊，准备全部处理掉。过年整个全部更新了，但是这一头大种鹿啊是不能处理了，因为它出笼好。再选这种种鹿啊也不好找。以后呢，这建设呀，这个鹿场这个发展呢，再给大家分享。对这些鹿啊，还有需要咨询询问的，请在我评论区留言或私信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